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Y 阿贝。那么今天呢，是阿贝这一服开服的第58天。那你们呢，现在听我讲话的声音呢，好像怪怪的，对不对？好像有点怪怪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我在半夜拍片，嘿嘿，所以呢，我的讲话就比较内敛一点。内敛是哪一招？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要抽非常多的东西啊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剑刃罗宾，来，究竟有没有办法提前出货？哥，听说单抽比较猛，我们来单抽好了。现在五期哦，五期抽。单抽究竟有没有办法出货呢？好久没有抽到一万钻欸，超久没抽到的。我目前好像开服到现在抽过两次吧，一万钻，你们抽过几次呢？欢迎在下方的留言板跟阿贝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分享一下你目前呢已经抽过几次的这个一万钻。但是呢，角色我几乎都是保底啊，全部都是保底。连提前出个一抽都没有过，嘿嘿，好像是这样吧？看到你看又没了啊，又凉了。来，各位观众，气在来提前出货，绿绿的、欸、就不是，看也没有一万钻，好亏哦，超亏的。来哦 ，Bobby 哟，各位观众，气。再来出货，完了没有？没有跳广播，又保底了。为什么总是有一些人可以贴那种没有保底的照片出来啊？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这游戏不是都是保底的吗？会提前出货吗？会吗？真的会吗？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抽一下这个。攻击的，好不好？加攻击，加攻击很重要啊！来，各位观众，气在来出货。好亏哦，超亏！有个三级的，有个三级的，好像勉强还算可以。三级的就价值差不多900钻。哦，900钻还算可以啊！来，又要保底了是不是啊？两边都给我保底是不是啊？各位观众，气在来出货。哦，我这个抗爆抗超烂呢、欸！看，出别科都好，出什么都好，给我出这一颗哇，好烂哦，超级烂。真的是林老师欸。话说一天不是好像有12抽吗？奇怪。哦，我这边还有单抽啦。还有五个单抽啦。那因为我上次有囤啦、啊、上次有囤了一点。哇，单抽命中好像还好。就可能加减凑一个五级还算可以。对不对？勉勉强强干，又要保底了啦！哎，保底到这个游戏都不知道怎么玩了。哇，瞬间一天喷4000钻呢、欸！一天喷4000钻，我要喷5天呢、欸！哇，这很快就干喽，很快这40000钻就干喽。本来有40000，现在已经剩下这个31000了，妈喷好快哦！罗宾出之后，不对，一天要喷8000呢、欸，这样我喷得完吗？我够色吗？是一个活动一天就4000欸，对不对？这边还有两万哦，这不能每天跟哦。哦，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对，这边我要留意一下，不能跟太多了，可能要稍微的囤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抽抽了。怎么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抽啊？一键合成，各位观众，气在。来出货，
出什么东西呢？你老师的菲利公主干真的有够飞，哇，被系统呛了啦！妈的，真的有够飞的哎，飞到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嘞，怎么办？系统直接都呛我了，哎呀，好飞哦，这个人，哇，我现在肥料超多哎，一直合一直爽哎。对啊，我这个好像很久都没有一键开启，没想到这个肥料多到跟海一样哎。哎呦，那我到时候这个罗宾时薪呢，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。那我现在这个账号呢，也开始不缺肥料了，所以以后的肥料对我来说呢，价值瞬间都拉低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像这个抽抽呢，在我心目中已经没有价值到150钻了，它可能就剩下个100钻。因为我们一开始呢是在冲我们的进度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随之面临的啊，对，我已经磕皮肤了，来启动，呀、yeah, ，穿戴，帅，罗宾不克，那要克谁啊？对不对？如果以平民的角度来说呢，我是建议说啊，如果你有氪金的话，那罗宾的话就把它给氪起来吧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抽个十连抽。上一次呢，20抽一斤。来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要来实测一下，究竟单抽比较好呢，还是十连抽，好不好？这边是十连抽，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出货率会比较高，大数据呢会比较准一点。来，各位观众，气在来，双胞胎一斤，两斤，两。配合两斤，妈两斤看级是不是？30抽两斤 ，OK， 我们都把它记录一下。那我这个呢，就等罗宾出来，到时候有缺肥料就开抽，没有的话就算了。哦，没有的话就算了。话说我的这个灵物好像可以开抽嘞，我看一下这个活动。哎，林老师哎，我这个输了，你知道吗？讲到这个，干这个人真的厉害哎！手厨送 SSR， 追不到他，好亏哦，奖励亏超多的。妈的，少了一个月亮符文，少了两个奇迹券，这样就亏多少？妈的，亏个2000多钻。林老师那边手厨送 SSR， 还有在那边跟他拼半天，拼到都1亿4000万，以后不跟他拼了，神经病。为了那个奖励，我们真的是杀一个血流成河哎、欸！真的是血流成河啊有够有够夸张的、欸、好啦，那最后呢，我们就来去这个，我最近要先不买了，对，因为太贵了，钻石又缺了，本来我还蛮多的嘛，对不对？本来还蛮多的话呢，我就稍微的会花一下，但现在呢没有了，就先不花了啊，就这个是慢慢弄就好了，慢慢弄弄什么东西。好，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他妈什么一整排一整排被越 啊，没有被越啊，就一整排被揍，哇，这边打到了越了快要300万哦，对不对？一抹成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讲一下一个重点啊，就是说齁，我们的这个配速的一个问题，现在呢我整个队伍的速度拉上来很高哦。现在呢，我白雪游历也准备要拉上来了。那最主要呢，就是我现在没有个高阶的这个连级，有点尴尬。所以呢，我这边到时候会去配一个中级的迅捷。不过呢，我现在没有，所以这边也确实是一个蛮尴尬的。对，希望呢会有个中级的迅捷，然后呢我装上来，因为我们现在平均的速度呢已经来到4700-4800那边了，对不对？等于说我的白雪的速度呢也可以拉到差不多4700了。哦，那这样子呢，我们在第二回合如果比对手的陶乐石速度还要快的话，直接带走两只。哦，他的均摊呢都开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速度很重要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。像这个魔女星地有一个高级的迅捷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个中级的海螺是中级的，然后陶乐斯也是中级的，
然后女仆呢也是中级的，慢慢升，慢慢把这些重要的东西升出来。最后呢，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竞技场的整体的一个表现。然后第二队呢，已经强度慢慢的拉起来了。第二队的，哎、欸、干，这个是什么？我居然打输他、欸，哎，这什么？我看一下，一见面就踢到铁板是哪一招？哦，他战力好高、哦，他已经是，他刚刚这战力看起来比较低，是因为。因为他把它拆成两队，但他整体的这个战力是很高的，哇，1200万那边去了，1100万、1200万，对他这边有15星的白雪就可以吊打了嘛。那这一队是怎么输的呢？哦，应该被他晕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的这个白雪，你看这速度太慢，这应该是被白雪被晕到了。所以白雪被晕到的时候呢，就其实蛮亏的，就蛮伤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赶快的把这个速度给拉起来，很重要。哇，差一点就把他的那个嫦娥干死了，差一点。妈的，不会又差一点吗？对啊，这边被诶、欸，哇，被晕很多只诶、欸，哇靠，没有秒掉，好扯哦。我觉得这个有点算是运气有点不好了、啊，对啊，这个运气看起来有点飞。好，来再来，基本上应该对到他也不会输啦。来，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是白雪游历的。哦，这边我的海螺被晕了，被晕这边蛮可惜的。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回合，走一个，哇！妈的，有两周没揍死，都残血。那我这边有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说哈，我们只要我们的那个共鸣等级到315等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白雪的这个第三招伤害系数就可以来到350%，打两个哦。所以说共鸣等级很重要，要上到315，对，这个很重要。不然现在我只有打320。320打这个两个人，320呢是稍微比较偏低了一点，比较偏低了一点。那基本上呢，现在要小小越战都没什么问题啦，都没什么问题。这边是温蒂加艾莉，我的物联妈的是坏了，是不是啊？打那么多场没看过触发过哎、欸，来啊，触发一下吧。对啊，妈我物联是坏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已经不打几场下来，三场下来没有看过我的物联触发，好扯，好扯。OK，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那个伤害非常的恶心啊，而且是越战哦，不是虐菜哦，越战的一个情况哦。好，再来这个手厨送 SSR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剩下一滴血。那为什么白雪要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因为白雪放在后面，有时候会被那个乌贼控嘛，对不对？被乌贼控的话，就挺麻烦的哦，挺麻烦的。来这边，我们速度够快，直接带走。我发现我的爆率还是不太够啊，爆率还是不太够，还是不太行。希望呢，这个爆率啊，可以再撑高一点，因为有时候爆不出来，那个伤害真的是很可怜，真的是可怜到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这一集哦，这个我曾经越过500打九折，好像我曾经越过一次吧，我记得。还是他战力有提升很多啊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齁。啊，这个越战的能力啊相当之不错。哎，真的越过，干，真的越过哎。我就想说我记得我好像打赢过他。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赢的。哎，900打1300万、欸、OK， 这边冰到他的风外婆，所以输出够的话呢，你够极限哦，就没有所谓的白雪会无力的这个问题。通常你白雪会无力，就是你不够极限，对不对？这个很明显吧？你看打妈的，已经多了400多万的战力，
打人还是很痛啊，对不对？这样会无力吗？你说他又，你又不是说他是什么同战力，还是比我低战力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他是高我这么多战力的，打下去呢，还是砰砰叫，砰砰叫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影片的分享呢，就到这边。希望呢对大家会有帮助。如果其他问题的话呢，也欢迎在下方的留言板提问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阿贝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